听说咱兜市有一挂宝贝伫暑假无特别安排，咱兜市长张家特个夫人家人都协助咱兜市公所办理课辅班，才好好找到有需要的学生。伫每礼拜三以及拜六个下晡到公所，由夫人亲自陪伴因写功课以及游戏。有小朋友讲，今年是第一届，遮尔早就写完暑假作业，大家做伙伫遮活动嘛真趣味。咱兜市长张家特的夫人嘉玲，伫每礼拜三甲拜六个下晡，拢会来到咱兜市公所礼堂辅导囡仔写作业，刷来就会带囡仔耍、带动跳、拍羽毛球等等。另外，阁有准备点心、饮料，互囡仔食。吃点心，还有那个玩游戏的时候，然后还有玩什么游戏啊？玩那个打球的，打羽球，还有那个用气球打排球的游戏。那你的暑期作业现在快写完了？已经写完了，以前都拖到最后两个礼拜才写。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老师会带我们去户外教学。户外教学有什么内容？去吃冰，还有去餐厅吃饭。以后会还会想要继续来这边上课吗？会。跟学校上课有什么不一样？这里比较好玩。比较好玩？为什么比较好玩？可以跟同学打球。市长夫人甲市长讲，连续四点钟带囡仔实在真忝，不过陪伴只囡仔，予伊有做妈妈的感觉，实在真好。难道市长张家特指出，目前课外辅导班欠缺陪读之工，嘛需要一寡文具补助，欢迎有意愿的民众到三工。我们大部分的国小都有举办这个课辅的活动，而让爸妈不用担心小朋友没有上课的时候没有地方去。但是就我了解，针对我们南投市的市区几所大型的学校，他们因为这个学校的需求，所以没有另外额外为我们的小朋友举办课辅的活动。所以这个我和我的太太，她从新竹有过去做这个课辅的经验，她也跟我提到希望在我们南投市，可以针对这些平常没有上课辅班的小朋友，一起来到市公所，我们征求非常多的志工一起共同来陪读协助他们，增加他们的信心，完成他们的课业，并且带动其他的这个课程活动，让他们在这个快乐的学习当中成长。暑期辅导结束以后，公所表示会持续办理课后辅导班，让有需要的囡仔会当到公所写功课。记者陈心怡参报道。